花妈妈，我负责拆掉它。我知道了，OK。我负责拆掉它。要听耳朵，耳朵。我看爸爸，这个是爸爸。爸爸耳朵还有鞋，走马路。爸的脚长长。爸脚长长。我坐在这里给你画了吗？我就不会画妈妈。我在这里，你看着我画喽。我教了什么画？我不会画妈妈。那妈妈坐在这里，你看着妈妈。要讲话。我不会。我是什么？Lemon，OK。还有他的脚，好，他的小和手。脚脚长长，哇！你在画谁呀？花，lemon 的脚，我 lemon 有脚的。lemon 长长的脚，还有他的手在里面，他的手长长。爸爸，你吃。爸爸，美丽哟，他是谁来的？他是 lemon 啊。我这有不。人们有眼睛，有眼珠。他是年轻的，他是有1、2，两次年轻，他有两次年轻。哦，你还是没有画到妈妈。我就不会画到妈妈。你觉得你乱乱画墙壁？爸爸会骂吗？不会。为什么呢？你可不会把斧子擦掉它。要斧子擦掉它，你负责擦掉它，OK？就刚听啊。好，来，你来介绍你的画。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请问这个是谁呀、啊？妈妈。哦，你不是刚才你告诉妈妈是乐乐？他不是在哪？他是谁呀、啊？他是，你要拿什么擦掉哈？我要拿那个布来擦。还没有叫爸爸来看呢。你叫爸爸来看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做工的，然后擦这个脚，擦这个脚。这全部都是。那你画到这样可爱哦。漂亮。爸爸讲什么？爸爸讲什么？你都画到这样了，他讲。你要介绍一下的吗？这里面。什么？
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Lemon。啊？Lemon。Lemon 是这样的啊？是。哦。Lemon 脚长长。Lemon 有脚的。还有脚长长的。嗯。还有手长长的。哦，手也长长。这个爸爸脚长也长长的。嗯，这个是爸爸。爸爸是昨天我在楼梯看到这里，爸爸有嘴巴还有耳朵的。OK OK。明天爸爸的这里明天我忘记。哦，爸爸这里有眼镜啊？没有，我们画。哦，你没有画。我们画刀。是这样的，好了没有？我这就不是爸爸的眼镜，你看我画错。画错啊？错呀。哦。再改一改哟。对的是怎样呢？我这就不会改一改。哦，不要紧啊。妈妈呢？自己不会画。嗯。你看，这是水果。哦，这个是水果啊。水果有这种吃，我画它的甜，长长的甜，它有两只手。短短的手，看，水果，水果，水果来的，是水果还是妈妈？你画不出妈妈，画不出妈妈，我画不到，嗯，慢慢画了。这个不会。婆婆呀，我是的头发 ，carrot， 啊 ，carrot，carrot 啊，为什么婆婆是 carrot？ 爸是 carrot 的，妈喜欢吃 carrot 的，妈也喜欢吃 carrot 吗？喜欢，也是喜欢的。啊 ，carrot 的有一个形状在这里的。Subscribe 我，拜拜。